人的歌我一个人唱，因为有点唱啊，上两集有人点唱戏凤、一直都还没有唱的。OK， 就 OK 好。嗯，我一个人来唱，很忙啊。旧家人，我进了旧家门，我哥哥不在家，今天不卖酒。卖酒的风情好，你比酒更迷人。坐立难安，睡不宁。你说爱有叹气，寸地是什么心？再要不安分，我送你进衙门。大牛，别胡说，快去扫地。秀的风，你假戏当成真，欺君罪罪不轻。点名叫龙凤，你难道不齐君？我们龙凤殿远近都知名，皇帝都不管，我劝你少费。深宫赏远度晨昏，我一见你就讨厌，我再见你更伤心。你要带他走，我就跟你把命拼。别以为美龙镇上好欺人，一个人唱哎，你是把调降了一个人唱哈、哦，
其实我应该，我后悔了，我后悔了。其实我可以唱高的，再唱高一点。对，我唱高一点，我唱男生就会比较舒服了，因为我是怕那个女生哈，因为是我昨晚去对的时候是对的那个静婷的调，静婷的调是很尖的，我就怕说，哎，我唱出来会不会太尖了？我就把它降了半个音啊。结果呢，其实会人笑，再高一点都可以的啊。对，下次我们再来一次。因为这个男生哦降了以后，男生有点压住。那下次我就要我应该要学唱。你唱男生。男生的。我唱回敬亭那个调啊，其实我是怕，其实我可以唱敬亭那个调，但是我怕说，哎，出来的声音太尖了，会不会不好听啊？因为他们是那种黑白片呢、黑白的电影呢、那个年代啊，那个尖尖的声音，我就怕很尖，会不会不好听？但是刚才我一路唱一路后悔了，我应该唱回那个调。其实唱回那个调。你选这个调是对的，因为我们是在做直播嘛。对。或以直播的专业人士哦，他们我们的导播他们常说我们的声音是。避免太尖啊！对，我就是昨晚考虑到了这个问题，因为大家都用电话看嘛。对对对，太尖的话，我就是怕我出来声音太尖了，会不会不好？其实啊，上网呢，直播的节目应该乐队也好，什么歌声什么，稍微不要太尖了，太尖啊，对，多加点低音啊。对对对 对就是我的琴也好，我也是加了很多低音，加很多低音比较好听，就是对，就比较、对就听得到，至少电话你听的话，你听得到一点低音。对，我昨天晚上就考虑到这个问题，我说，哎，我是唱回原 key 呢，还是把它降一个调？后来我就选了降一个，就没那么尖嘛，等一下好像刮玻璃这样尖呢。OK。